那一开始一种采访三年在那有些些也是你看看那个在小镇那个家属在这里这几个孩子他妈叫一个孩子老三人家现在现在我在一些让老三人家的家几个孩子那样子他们也要说的你现在啥人有那么的老三人家说叫马家跟他说该那该去我的一天到达里面他在去老人山那出了深深的水老人山里去让那女儿就去到五台去你拿了三双五双去捡起女儿的手臂那去捡了也是手发生在那下水这王山朝着山去捡到我的茶叶去俺去我的水泪也是卡西城的东西马上回来发生完了也直接走在那里那是一国际会议马上回去卡上路的俺家人家好发生马上回来完了你把他三年回去你才能赶紧结束阿婆昨天在走也老三车上才搞你老三还能回去先去给打开了谁而是一个出口的谁这么黑马不要如此的呀很快去的你那是新的老师昨天的老师那里给你给路老师那种非常不错的先去去下去那些的然后给他们送到你认识给你给你我站在看到你啥个不是麻烦的俺就瞧着你了，这样一说，俺我前往山里去，可是俺做一件，这你上发展成咋回事？俺讲的，家里干哪，经济咋干哪事？这收拾的事，这家里人家回去，谁开始收拾最后的？不，如果收拾的咱那算啥事？人家困难去了，俺现在不住人家，几个地方你可是？也是二十个，也是二十一个车，有蛮多事情来的。俺也干车几个去也是，俺在亚洲干车都开上来的。亚洲，几句话说不得，可是新鲜的说的，新鲜的说的，刚就说家的，有些地方是你干的，有些地方是你干不的，我发发不了，这说的你了。我就和我这个，俺家上文秋再去跟不是，俺呢，啊，几个情况你可是得是，你从前买几台汽车多，要是看到阿叔车是哪个，以后你给他五十拿算，真的，你要想再去这个现在，你那给我是得是。A B P 马萨，乌达多嘞，巴哈 neat。